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敞开双臂的状态，现在是敞开状态。如果要调整双臂的话，按这个七直线，3.26秒以上，直接跳绳，双臂状态。现在调整敞开。这个是怎么练的？直接，我们这把标准传感器，目前是大量应用在这个切菜机应用，自动化设备上，大概是这个位置。这标准传感器可以，这是一个直接带你连接头的 M12 的连接头。也可以直接出线的，这是方便安装拆卸。